珍贵的玛格丽特公主旧照，张张都十分罕见。图四，美艳不可方物玛格丽特公主在玩具屋前的珍贵合影，浅浅的笑容是那么的呆萌可爱，以至于乔治六世骄傲地说，她有天使的容貌、娇美的身段和明星的气质。玛格丽特公主是乔治六世的掌上明珠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亲妹妹，她美丽高贵，气质出众，是英国王室最美的典范。电影《罗马假日》中的公主形象，据说就是以玛格丽特公主为原型的。玛格丽特公主和姐姐伊丽莎白二世的珍贵合影，玛格丽特公主比女王还要美上三分。她一生的不快乐其实起源于王室，却依旧骄傲地对别人说，我在整个世界上是如此独一无二，我有一个国王父亲，还有一个女王姐姐。玛格丽特公主永远都要活在姐姐的光环之下，伊丽莎白二世永远是尽心尽力，而她只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女孩。此外，玛格丽特公主还要与姐姐一起接受严格的教育，她除了热爱绘画、芭蕾等之外，也着迷于时尚。玛格丽特公主叛逆又芳华一时，她是英王室最璀璨的明星，却一生不得所爱。第一段恋情是与空军上校彼得·汤森，终究以分手告终。1960年，玛格丽特公主与安东尼·阿姆斯特朗·琼斯结婚，婚后生下了一对儿女。1978年，两人以离婚收场。可以说，玛格丽特公主的情路可谓是坎坷，她前半生备受荣宠，后半生却令人心酸。对比姐姐伊丽莎白二世的幸福婚姻，她的婚姻以及恋情则令人为其心酸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